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小的简咒。前一天咱们收了一批那个挖力的扫地机器人，然后有一些粉丝朋友问我有没有那个 N2 的安装包，咱们特意是从北京那边弄了一些回来。不过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这个安装包的话可能是不够，因为咱们收过来那个 N2 扫地机器人一共是100多个，然后这个安装包的话差不多有90多个，不到100个，所以说应该是不够。不过我看了一下这个安装福材包里面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基本上市面也都能搞得到。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盒子后边也写的就是里面包含什么东西。经常看我视频的粉丝朋友应该知道，咱们收的挖力机器人是分两个型号， N1 Max 还有 N2。 N2 的话是自动上下水，它会自动的上水还有自动的排污水，所以说它需要安装一下。不像 N1 Max 是带水箱，那个就比较简单一些。打开这个安装包，首先是一个比较细的管，应该是进水管，还有就是比较粗的这个是排水管，就是进去的是净水，排出来是污水。还有一包的话就是各种接头，有直的也有弯的，还有阀门，包括一卷这个生料袋。其实这些东西在一些五金店，包括一些那个卖卫浴的地方应该都有。盒子后边写着这个福材品名，大家可以看一下，有2分的还有3分的这个 PE 管，还有直接头弯头，包括这个4分外丝3铜阀，小卷的生料袋，还有2分的管球阀，就是阀门，一共就是包含这些东西。应该用这些配件就可以连上咱们这个自来水，是吧，上水下水就直接可以安装成功。这些安装福材包是我特意从市面上搞到的，所以说就应了咱们之前经常说的一句话，捡肉算大家的，翻车算我的。咱们捡肉不是说出去了就不管了，就是懂得自然懂。同时一起收过来的还有几百个这个拖布可以替换的这种配件，挖力扫地机专用的。大家看一下，咱们是几块钱收过来的，包括那个安装福材包，咱们就直接我亏运费是吧，给大家发出去就行了。为了避免这个运费浪费，咱们是一单两个，就是两个一单这样发出去，因为比较轻嘛，这个东西打包的话应该也比较好打包。在这里特意给大家说一下，仅限有这个挖力机器人的用户，有挖力机器人的粉丝朋友们去拍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你也没用，是吧？如果有人恶意的捣乱什么的，我这边也会安排人挨个的筛选，肯定是不会给你发出去。再次重申一下，就是仅限有这个挖力机器人的粉丝朋友们去拍这个安装福材包还有这个拖布。然后咱们这个挖力的扫地机器人其实也没剩多少，大概也就几十个，40-50个这样。如果对这个扫地机有需求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之前拍的那个视频，就是拍的非常非常详细，包括我这个实际测试实际使用都有实拍。